存的环境，愿各位多多打开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主意。蔬食好主意，美味有创意。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在地的特色料理也越来越丰富，相信许多来到台湾的外国观光客都一定对台湾的小吃和传统的料理非常有兴趣。借由节目中邀请到美食达人来教导大家，只要使用蔬菜水果，不需要一点肉品，就可以做出许许多多丰盛的佳肴，同时也能品尝到属于台湾家乡的好味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下面精彩的节目，学习做美味的蔬食料理吧。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一道美食叫做蜜汁双黄，这个是一般常常尾牙啦，或是过年常常有做这一道菜。那我们来看看这道菜的内容有哪些呢？看这里，这个是像那个都有买现成的，像那馒头那个薄的那个这个薄饼哈，这个是牛番茄、素火腿，然后凤梨片。然后是豆皮、芹菜，这些加起来就可以做一个很棒的蜜汁双黄。然后调味料有哪些呢？看这里，糖，然后那个面粉、油，然后是这个甜醋酱，这个是豆酥，这个都买现成的就有，然后这个是有一点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醋，白醋，这样加起来就可以做一道非常完美的好吃的这个蜜汁双黄。接下来我们一样要请到我们的秋师姐阿弥陀佛，真的大家好，很久没见了，好，我们来示范，因为我怕时间不够，来蜜汁双黄。对，我们先来做蜜汁双黄哈。一般这个蜜汁双黄这个火腿就买现成的嘛，对。然后这个豆皮我是建议自己做，所以今天我会示范给你看。然后我要做豆皮里面要加芹菜末，所以好吃，所以芹菜我们就想要切很末，等一下它才比较好包。因为东西就是也有买现成的啦，有。啊，那是讲我家己要做哈，比较看得到加什么，对不对？我们就自己做，自己做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豆皮哈，脆饼，我们就是把它叫虎皮，虎皮。然后我们现在示范给你看哈，那就是说实在是蛮简单的啦，对，只是花一点工。这个菜老少咸宜都很喜欢，对啊，就是可以用切刚刚我记得嘞，这道菜呢甜甜咸咸的，那个蜜汁双方啊，这个名字也很适合过年用的，对，那差不多了，那芹菜应该没有几块而已，应该是够的哈。芹菜就把它放在这里，这一道菜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们也应该刚好可以用心的看，对，可以把它做好。就是要切得这么末然后它才可以把它包在里面，它才不会开哦。对，太粗的话不好包哈。好，那这里那我们利用还没有做的时候，我们先来做那个
蜜汁去蒸，去蒸哈。首先我们面包分开，面包皮，哎，面包分开哈，撑开，把它撑开哈，然后放下去蒸哈，然后那个两个是要分开的，那这个番茄呢，它是要做番茄酱。那我们今天番茄酱已经有做好的，是先呈现给你们看。好，然后这个也是要去蒸。这个火腿是要切的这么薄啊，切薄薄的，切薄薄的才不会太厚。然后凤梨呢，一般就买凤梨罐头就可以了。对，这个凤梨罐比较适合。那一个凤梨罐头哈，一片它已经帮你片好，你还要再把它对开，对开起来就会像这么薄一片啊，一片这么薄哈，一片。然后我们就是一片凤梨啊，片素火腿，一片火腿啊。我首先都有先把它切好，对，然后时间才会很好吃，它看起来又很有感觉。那这个火腿有很多种，我这个火腿是美国的，很大一条的，它因为有认证，然后它的口感比较不一样的，这样子哈。火腿的这种类也是相当的多了，对啊，那你自己习惯用什么都可以啊。既然要吃这个火腿的话，我是建议说，这个蜜汁双方它的火腿比较大，它切起来的比较会这么宽，比较太多厚了。对，我们这只六片呢，应该不用换很多哈。对，好，因为这个刚好是配六片的，对，好。然后我们要放下去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撒蜜汁嘛，一定要撒够的糖啊，它。你这样放，它等一下蒸下去，它就会融化，然后散开。那我们很简单，就放在电锅哈。电锅我们已经有加水了。好，那我们今天是因为做两层，所以呢，我们再加了一层啊。那面包呢，我们是建议要放在上面。它才不会有味道哈，渗下去。它水比较不会，它不会滴水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把。电锅放进去的时候，盖子盖起来，盖子要盖起来，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很方便，让它蒸吧。先做手工，做好再来做汁哈。好，那一般两张豆皮就够了，一次两张就够了，一次两张哈。好，这豆皮很漂亮，亮晶晶的哈。好，那我们因为两张我们要做厚一点，所以呢，我们两张要把它。糊变成四张哦，这样子，对，这样豆就不用那么大的好，所以我们先把豆皮切成四张，因为豆皮你拿出来哈，很快就会硬掉，对，会碎掉，所以呢要硬掉就碎掉起来，来我来套，把它套起来，好来，它马上就会把它套起来。然后做这个菜很简单，就是说，我们首先先把豆皮半圆圈，把它弄好的面糊，好，面糊它这边有面粉，但是加水就是这面糊刚已经拌好了，刚才先把它拌好面糊，不要让它黏住的。然后这个面糊呢，你要每个脚步通通要涂到，都要涂到哦。哎，那当然，没有涂到它的美料吗？炸的时候哈，它会开哦，会开果酵哦。那当然，所以变成说做这个要蛮会工，但是你看也是很简单。对，像这种东西呀，外面也有人卖这个现成的。好，那我们是因为过年嘛，所以才把这个。家人都一起做，也让大家有一个参与感。然后我们豆酥，买一点，这个叫做菜酥，菜酥，这个放薄薄的一点，我们把它买现成的就可以。菜酥都是现成的，对，买现成的豆皮哈。你磨面粉之后哦，要很快的把它赶快包好，不然它。那我们撒芹菜就是要让它口感更好，才不会那么干啊，不然我们都是吃炸的，还有这个豆皮都干的，然后这一层呢，这一层要把它粘住，这样子哦，一定要粘住，
这样，你没有黏住它会开掉哦。哦，这样，然后我们再来做第二层，所以这个面包就变成比较厚了。哦，这样子，这么简单，但是口味一定也跟着好啊。对，它一层一层有那个口感，对，不一样，它吃起来很特别，我看上去很棒，真的很棒，而且做起也不会困难呢、啊。对，其实它搞刚几十年了，其实也不会很困难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哈，先一样一层一层的把它放进去啊、哦，对，撒放进去，摊平的对，对，摊平。可是做起也在变化在追，对呀、啊，又好吃哎、现在在变化，现在就追哈。很多大朋友二三十岁的，来就是哦，我要吃蜜汁双方，因为这个比荤的那个包那个什么肉啊、烤鸭啊还好吃，因为它这个真的是很不错，很棒，再铺上一张，然后我们再来铺上第三张，第三张的，一张底，这样子哈，还要再次铺一次七层，这个是最后一张，最后一张要缓过来。要缓过来，对，现在这样子缓过来，等一下表演给你看。好，我也跟着学，这个我真的没做过，没做过，没做过。因为你这种节目如果要做这么高纲哦，可能对你会觉得我不想做了，但是有时候偶尔要做一个，也是要让人家觉得，素食可以做的这么东西也是要呈现的，对对对，好，看这个豆酥，豆酥啊。光这些站起来就很香了，真的很棒，可以的，这一张再铺上去是，刚刚好呢，昨天弄得刚刚好，把它铺均匀，好，铺均匀一点。那这一张哈，我们还要再上面对铺一下，这一张是比较特别，因为它是最后一张，最后一张，因为他们一些面糊，对，安尼太凉了，对，今年我们实在是哈，刚我一点管啊，但你看懂了哦，江湖真的是，哇，这些这样就整张去炸，是不是？没有，我们就要把它裁剪啊，裁剪好就会像这样子，就是裁剪好的，切一块一块，切一块一块的，这样子，切一块一块的，裁剪的时候，它这个市场有在卖这样现成的，但是这个没有这个那么好，就自己做的丰富比较丰富了。这边就是把它裁掉啊，那你因为饼长得那个面包跟火腿长得这个样子，所以你就一定要把它裁成这个样子，这么大小，然后让他们三个人融入在一起，这样饼多，对，才会不会一个饼那么大，一个那么小，所以这种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你这个饼做起来这么漂亮，然后压它，压扁，压它，因为它刚刚有空气嘛，把空气都压出来，把它都压出来，然后你就裁剪，好像我会先把这边裁掉，这个把它裁一裁吧，顺便嘛，把它裁一裁，好 ，OK， 这很棒，而且快，我们在等这个电锅，那等一下，这个还要再蒸过吗？这个不要，我以为还要蒸过，这个不用，就直接炸，对，要裁好才炸。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裁还是怎样？我们就是在等这个好的时候，然后煮酱汁。煮酱汁，那我直接裁好了。我想直接裁一裁哈，等一下就直接先炸起来放也可以啊。它也可以先炸起来。对，我想说先炸起来，因为电锅比较慢一点嘛。大概哈，这样。因为要让它有时间粘稠在一起。对，看它好像就跟那个一样大小。这样，哇，真的是。它旁边会有些不规则的哈，没关系，那就够了哈。然后再横的，一般我们会裁一些掉，好，那我们可以裁一些掉，这些裁掉的你也可以煎一煎或怎么样也可以吃啊，可以，只是为了要完成这一盘梅，美美的要裁掉哈，啊配合那个，那不然的话哈也可以，好也可以把它，好煎那么些散。
等一下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哈来弄，让它凝固一点。嗯好，这个一定要开，不然它会粘液体，不然等一下粘在一起就不好做，会粘液体。嗯啊，就这么简单，那就一片一片去炸。对对，哦，安那样。对，好。一般我们做好会先把它冰一下，冰一下，让它凝固。然后凝固以后再切，才不会比较不会散掉，不会安尼嫩嫩哈，它不会散开啦。所以我刚才有在考虑说，要现在切还是等一下切？啊，等啊切，切一下红孔啊，啊切，对，因为它面糊还没有全干。那我现在利用这个时间来煮酱汁，好，酱汁就是番茄酱，加糖，加醋，那现在番茄酱就是我已经有调一点点哈，然后很简单的哈，我们这个酱汁就买整罐的番茄，番茄糊、番茄酱都可以，加一点水哈。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直接调好的，调好的就好，煮给你们看哈。这个就是番茄汁，番茄酱，番茄酱，然后加一点那个。一点点水，我们加一点点水，再加点白醋，然后加一点点白醋，番茄酱下去，然后加一点点水，不用太多，那我们番茄会酸嘛，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糖，加一点点，对，因为糖醋就是要有糖多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让它融入的都差不多了，都差不多了糖就是要让它煮到有一点浓缩，可以就不用对然后要起锅的时候我们再加一点那个白醋，让它有那个糖醋的口味。对，因为那糖醋就是糖嘛，醋嘛，对不对？那番茄酱嘛，那基本上 OK。差不多了，差不多。好，然后我们要起锅的时候啊，先来放一点醋，醋不要放太多，对，就是放一点糖醋，你味道也要够，然后就很简单的放在这里，对，来这个，因为这个刚刚是装番茄酱的，用这个就可以了，好，没关系，放在这里，哇。颜色很漂亮，我看这刚刚好，对，这些汁应该刚好，那可以 OK 的，对不对？这边可以的，这其实这个假使说买现成的，它已经都炸得好好的，不炸也无所谓啊，对呀，也是可以呀，哇，已经哇很非常软了，好，直接放在这里，直接放在这里就好了。好，那这我们先把它拿到旁边去。那我们先来摆那个摆盘，摆盘已经好了。对，来摆盘在这里。好，来啊，可以啊。OK， 先来摆盘。好 ，OK， 那就直接去包了，很简单。那你就直接摆一下，让人家自己去包。是不是？好，让人家直接自己去包，比较有一种参与感。那通常有时候在那个板豆的时候，都是这个另外放，那这样才不会两个都粘在一起。这另外放都有一个隔皮，量不多。我们做六个的话，我们油温就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油，然后油也不用那么多。那我先把它留一个来示范，那其他的我们就把它摆进去，我们摆就把它摆在这边就可以了。好，摆进去 ，OK， 好，这非常的 OK， 可以好，那这几片也把它摆在这边，没有，我们先炸一下，对，全部都要炸嘛，炸好以后，再来。再把它包一片，包一片给大家看。对，大家看，其实这个我看不管是荤的素的，大家都吃过这种东西。好，那板豆拢敢那有几行较侪呢？
差不多了，油也差不多了，差不多啊，可以，好吧，这个可能炸个一分钟就好了吧，因为这本来就下去要很快哦，因为这个就油要热，这个油就要热，不很快的话，对，它就会里面会吸很多油，会黑掉，对，而且会吸很多油，它也不能太不能太冷，太冷下去它会开掉。对对对，我想，那有的人哈，他不喜欢吃这一块炸的，他也可以这样子直接包来吃就可以。哦，就直接吃就这样。他不一定要吃这一块，那有的人是专程要吃这一块，所以这一块我们刚才就已经有示范给你看。对啊，所以就是个人的喜好了啊。哎，也有人喜欢加这一块，然后加一块番茄片，哎，马尾瓣呢？对呀，也可以。你自己去，我们只是举一反三，我们做一种，让你自己会自延伸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就好了。做吃的就是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喜欢做的哦，差不多。你喜欢不喜欢炸的？你喜欢像蒸的？像这一道菜都是蒸的嘛？这个永炊，这个也是永蒸的，都是永蒸的。只是说要配一个比较酥脆的汁啊，所以要放一片这个比较酥脆。这样油温酱刚好，刚好，这样才会比较下锅会比较不会散掉。对对对对对，刚放下去的已经差不多了。是要让它凝固才可以冻。对对对对对。很快就 OK 了。对，这个这个本来就是熟的，它只是说要把它炸更酥一点，更脆一点而已。它炸过会很像，对，嘉义的那个什么方块酥，对对对对，有像，很像很像。但是这个是没有包啊的，没有包馅的。刚刚我们做的是有包馅的，这个有，这个也是有包。哦，这个有包，也是有包。我以为说这个没有包馅，现成的。它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也是自己做的，对，你真的很用心。没有，我不好意思，我是喜欢东西都自己做，这个真的是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像这种东西就很快就好了。哇，漏网流水，真不错的，你看下油，刚才有炸跟没炸，几乎颜色也不一样。然后我们把它滴干一点，滴干一点啊。你那边起锅一点油还是？所以我们这个很快呢，你看我们酱汁也煮好了啊，对，东西也弄好了然后我们来加一块，做示范啊，先把这一块火腿夹在这里，然后把这个放进去哈，这就完成了，完成哈，完成一块，完整的放这边啊，没关系都可以。然后呢，这边要摆下去，摆下去，要摆斜斜吧，好才不会跑出来。这样。油炸的，你看，它是其实真的是很香啊，不怪大家爱吃鸡耶哈。然后油炸的那个看起来就比较不一样。那这样这一道菜就已经完成了。那我先把它淋一下酱汁，好，淋酱汁就是淋在这个中间。等一下就直接夹起来就可以了。那等一下，吃很多的人就可以把酱汁淋多一点。看你要量要多还是要少，可以自己去加。好，这一盘就已经完成了，就已经完成蜜汁双方。好，请大家学习做做看。谢谢。蜜汁双方，食材：薄饼、牛番茄、素火腿。罐头凤梨片、豆皮、芹菜，调味料：糖、面粉、橄榄油、甜醋酱、番茄酱、豆酥、白醋。做法：一、先将芹菜切小末备用；二、把素火腿片配凤梨片，沿着盘子交叉叠好，撒上足够的糖后，再放入电锅中蒸。薄饼皮另外放一盘入电锅中蒸。三、将豆皮对切摊平，用面糊涂满表面，
撒上菜酥、芹菜末，再铺上第二层豆皮，涂上面糊，放上食材，总共三次。第四张豆皮则盖在最上面，压平即可。四，将包好的豆皮压平，切成四方形小块状备用。五，用番茄酱加水、糖和少许的醋调配。六，将第二蒸好的食材拿出来，热油锅油炸豆皮，再将食材包进饼皮即完成。持推广生命台，宣扬佛陀正知见，长养慈悲与智慧，累积福德成佛道。各位生命电视大道场的护持者，大家好！因为你打开生命电视台，你就是在护持生命电视台，你就让佛陀的正法、慈悲与智慧传播到你家，传播到你的心里面，传播到你的亲戚朋友里面。所以生命电视台就是希望告诉大家，佛陀说众生任何生命都可以成佛，都有佛性，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透过各种的方法，我们办法会，我们放生，我们弘扬佛法，我们印经，我们到学校、到监狱，目的就要告诉每一个生命，你就是佛，你就是未来佛，你就是我的妈妈关心的对象。所以愿大家多打开生命电视台，护持生命电视台，更要保护自己的佛性，就是你的生命。阿弥陀佛。护持证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新逢准提菩萨圣诞，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若有四众受持此咒满900000遍，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悉皆灭除无余，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所有资具随意充足，速得成就无上菩提。修持准提法，蒙诸佛庇佑，光明广遍照，灭罪增福慧。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98686，0398998686。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今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幔，不香油涂身，不观听歌舞，不非食食，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随喜您的功德，阿弥陀佛。